呢支係叫 MTD 啦，呢個牌子咁係有一個阿叔叫做 Michael Tobias 做嘅喺美國。咁佢嘅廠好細，得佢同佢嘅仔同埋一個 help 三個人做嘅啫。咁我就好多年前 Name Show 見到佢啦。咁呢支我唔係特別 order 嘅，不過呢支係佢一支佢廠入邊一個比較通常用嘅一個 combination， 就係呢個 body 嘅木咧。你睇到好多 base 都會用呢個叫 ash。如果你買 Fender 咧。啲人好 specify， 七十年代嘅 Fender 做呢只叫 Ash， 就做呢個琴嘅 body。咁另外咧，呢嗱，只要頸個啡色嘅，咁咧就呢個叫 Wenge， 係啲非洲木嚟嘅。咁咧就而家開始幾多人用嘅，因為佢比較punch 啲嘅聲，即係同埋有支九成嘅 bass 都係用 maple 做楓木做琴頸，咁呢一個比較特別啲咯。咁我就諗一樣嘢，逼我自己，譬如 solo， 我成日喺十二格打後，咁我而家逼我自己喺呢度開始喺呢度彈，咁 explore 下呢度啲聲，因為我聽到有啲 players 用呢度啲聲，覺得喂好多，即係個音好呼，所以我想練多啲呢一個把位，咁啊，所以練習係唔會停，咁亦都喺樂器有時會 inspire 你諗啲唔同。Thank you 。